的故事吧。有一天，乌龟跟兔子要赛跑，他们找来了猪做裁判。请问最后谁赢了？一定是兔子，兔子跑得快。你怎么意识到这个道理是猪猪了呢？我们是高三新班，李子欣、陈佳怡、黄佳怡，表演的是小品，请你们多多支持，希望你们喜欢，谢谢。